哎哈喽大家好，我是鲁泽，几天不见了。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元杰的一首歌，名字叫离人愁。是一首带有这个中国古风色彩的然后呢有这个戏曲元素唱腔在里的一首流行歌曲。你没有听错，它是应该是一首流行歌曲。刚听这首歌的时候呢，让我想起了一个人，就是李玉刚。就是他之前唱的那种感觉，在这里边呢还是有一定的那种体现的。总之呢是一首非常好听的这么一首歌。那这首歌呢其实难点呢还是在唱，弹的话应该来说不难，因为你看我刚才弹的话用的那几个和弦也都是很基本的 F G AM C 还有一个 EM， 就这五个，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和弦了。那么首先讲一下吧。其实呢做这首歌呢应该来说大家看我的视频就看对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呢本人呢对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呀，尤其是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戏曲方面是这个一窍不通的，是吧？我不会啊，这个戏腔什么的我是真不会的。但他这首歌呢，说实话，他这首歌的这个就是比较抓人的地方，就是相当于是这首歌的一个亮点，就在于那几个戏腔的那个唱法，这个是这首歌的关键，也是灵魂。大家反正没事可以跟这个原唱一起去练啊，那种感觉。我不会唱，我刚才演示的时候也是瞎唱的，他跟那种普通的那个假声还不一样的感觉。那好了，那么废话不说，那先讲一下。我这次的八的编配的版本呢，应该来说，和弦上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节奏型方面可能有一些地方我自己也不太满意。但反正大家呢就是根据主要还是记和弦嘛，剩下的自己反正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习惯来自己编配右手的节奏型，这个都无所谓的，之前也讲过了嘛，就是一个伴奏嘛。首先先讲一下这个前奏，前奏的话是我的编配是这样的。第一个和弦是 F 和弦，我平时按的是这种小 F， 因为如果你上面这几根弦不用按的话呢，就不需要，就用一个小 F 就行了。食指，变调夹加三品，变调夹加三品，那么从四品开始算一品的话，那么就是食指是二弦的一品，中指是三弦的二品，无名指是四弦的三品。这个是小 F 了，相当于一个半的小 F， 因为这个一弦你不需要按住，你就暂时不弹嘛。那么刚开始弹的时候是这样的，先弹一下二弦的一品，二弦的一品，然后把食指松开，弹一下二弦的空弦，就刚开始要一个这个音，然后后面的话是。按住这个和弦之后，四弦和三弦同时勾，拇指和食指的，相当于右手拇指和食指，一个双音，然后是一个一弦的空弦，然后再弹一下这个四弦，然后再弹一下这个二弦，它节奏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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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种感觉，四弦三弦同时勾，然后是一弦的空弦，然后是再弹一下四弦，然后是二弦，然后下一和弦应该是 G 和弦，那 G 和弦的根音是在六弦了，六弦三品了，按住。用这个，你只需要用这个无名指按住六弦三品就可以了，然后同时勾六弦和二弦，二弦是不用按的，二弦空弦和六弦三品，然后是用中指按在这个四弦的二品上，弹一下四弦，然后再用食指右手食指勾一下这个三弦的空弦。连起来就是，
第二个和弦是 G 和弦，六弦三品和二弦的空弦同时勾，然后是中指四弦二品，然后是三弦的空弦，然后后面是有一个类似于一个我之前讲那种小切换是吧，第一个是 C 和弦，就正常的一个 C 和弦，五弦二三弦和二弦同时勾，然后再用这个在这个弹完之后，立刻再去弹一下这个一弦的空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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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C 和弦、五弦、二弦和五弦、三弦和二弦同时勾。然后再弹一下一弦的空弦，然后这个地方立刻切换到应该是 EM 和弦，但实际上 EM 和弦的话它的根音是六弦的空弦，那就是说你不换手型的话也可以直接弹这个六弦的空弦，也就是 EM 的根音，噔噔噔，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这个就是你拨完这个六弦的空弦之后呢，你再弹一下这个二弦和三弦的空弦，那么就相当于把这个手指左手的这个手指松开就可以了，直接拨这个二弦和三弦的空弦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不就相当于是 EM 吗 ？EM 你勾二弦和三弦，你按你其实也没有按，对吧？二弦三弦本来就是空弦的，然后这个地方再切换到 EM。AM 和弦 ，AM 和弦，中指是四弦的二品，无名指是三弦的二品，食指是二弦的一品 ，AM 这都是最基本的和弦了。EM 中指五弦的二品，无名指四弦的二品 ，EM 就是 CEM 和 AM 的这个三者的一个小切换。这个地方刚才 C 嘛，五二三同时勾，然后是一弦的空弦，然后切到 EM 六弦的空弦，然后是二弦三弦同时勾，空弦同时勾，然后切换到 AM 和弦，五弦二弦和三弦同时勾，然后是因为你现在顺势按在这个 AM 和弦嘛，那么你再拨一下这个四弦的二品，然后你把无名指松开，弹一下这个三弦的空弦，然后回来又是这个 C， 又是这个小 F， 这个地方都一样的，也是四弦和这个四弦和那个三弦同时勾。也是一弦的空弦，然后又是四弦，二弦的一品，这跟第一遍的是一样的。然后到这个 G 和弦，六弦二弦或者六弦二弦三弦同时勾都可以。然后是这个四弦的空弦，勾一下四弦的空弦。就是你这个六二三同时勾完之后，然后是四弦的空弦，三弦的二品，然后是三弦的空弦，然后回到 C 和弦，五二三同时勾，然后你可以，因为你听到后面是有一个琵琶音的嘛，你自己这么瞎扒了一下就行。这个地方呢就是我讲起来比较麻烦，但实际上弹起来并不难啊，我重新从头演示一遍啊，这么听起来可能有点碎，有点不太直观。就这样，就这种感觉，
你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一点一点来弹，然后最后呢跟这个原曲的那个节奏去集合起来，就是这个几拍几拍，这个东西我说不上来几拍的，但是大家如果结合原曲的话应该是能明白我的意思。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正常就普通弹就行了。第一个就是小 F 了，那你就是4 3 2 3，然后 G 的话呢也是，你最好是，我是用的这种之前那种就是用小指按在这个二弦的三品上的这种 G， 不是一弦三品的，是二弦三品的，那就是6 4 2 6 4 2 3，然后是一个 C E M 和 A M 的一个切换，你就是每一下都是一个根音加上二弦三弦同时勾就可以了，最后到 AM 的时候4 2 3 5 5 2 3同时勾完之后，然后再勾一下四，再勾一下二，再勾一下三就可以了，然后又回到这个小 F G， 最后是一个 A 和 AM 和弦，然后也是最后有一个琵琶音嘛，五二三同时勾完之后，整体来一遍了。这样的话整个前奏就结束了，然后后面的话呢弹唱其实就比较简单了，和弦就是这几个和弦，大家的话呢就是节奏型可以自己随便来。我刚开始呢是结合它原曲，它原曲的话是用那个钢琴嘛，钢琴的话呢那我就直接用和弦，然后用几个叫什么，好比说第一个是 F， 这回最好是用大 F 来按了，根音在这个六弦一品，这个可能听起来更好听一点，那么就是根音和二三你同时勾就可以了，哒哒哒哒哒哒，你就勾一下就行，哒哒哒哒，然后下一个是 G 和弦，跟刚才讲的一样，无名指是六弦的三品，中指是五弦的二品，然后小指是二弦的三品，还是6 2 3，六弦二弦三弦同时勾，哒哒哒哒哒，然后是 AM 和弦。五弦二弦三弦同时勾，哒哒，然后最后加一个尾音，就你这个勾完之后最后加一个尾音，一个是二弦的一品，然后是一个三弦的空弦，就这时候要把无名指拿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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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就这个意思。弹完之后一个二弦的一品，一个三弦的空弦，然后还是 F 和弦，同理五弦六弦二弦三弦同时勾，然后 G 也是六弦二弦三弦同时勾，这回就切到 C 上了，这回是 C 和弦，也是同时勾五弦二弦三弦同时勾，然后也是接两个尾音，一个是一弦的空弦，一个是二弦的一品，就是这个手型不用变，弹完这个五弦二弦三弦同时勾完之后拨一下一弦再拨一下二弦，然后进入到这个后面哒哒哒哒哒，F 和弦也同理也是 F， 那么你跟刚才节奏型一样也可以，就是你可以五弦二弦三弦同时勾完之后，然后随便弹几下，好比说什么就6 6 2 3同时勾完之后4 4 3 4 3 2或者是什么4 2 3都可以，然后这个地方是 EM， 这个地方 CEM 和 AM 的切换就可以直接变成 EM 和 AM 的，这个 C 在唱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加了，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地方不用这个 C E M 和 A M 来切了，直接就是 E M 和 A M 就可以了。然后 F G 最后又回到 A M 上，然后他这个地方最后有一个那个你听的原曲里面也是有一个那种像贝斯似的嘛，噔噔噔噔噔噔。这地方我处理是这样的啊，就是，先弹一下这个三弦的空弦，然后用中指点一下，然后松开，然后是再弹一下四弦，同理也是弹完了之后，用中指点一下二品，然后再松开，然后是哆五弦的三品，然后是五弦的二品，然后是五弦的空弦，然后是六弦的三品。如果你觉得长的话，你也可以就是直接弹到这个哆哆，就是这个五弦的二品、五弦的三品、五弦的二品就可以了。然后正常接到这个F 和弦就可以了。什么意思？就是稍微快一点，让他这个时延就是别拖后边就行了。然后后面还是重复 F 和弦。这个第二段的时候我就编配的比较随意了，那就是根音，然后四二三就可以了。第一下根音是六弦嘛，六四二三就可以了。然后又是 G 六四二三 ，AM 五四二三。五四二三一三二三，五四二三一三二三，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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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五四二三一三二三，然后又是 F，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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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然后它原曲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处理呢？就是这个 C 和弦，它是有一个这个。五二三同时勾两遍，然后把音消掉，然后再弹一下。让人这个地方这个节奏好像不太好掌握，大家根据原曲来吧。然后后面又是 F， 然后到这个 G 的地方也是同理，六二三同时勾两遍，然后消掉，然后再勾一下。E M 和 A M， 最后回到 A M， 这地方可以这么最后一个小这个小爬音就可以了。然后副歌这个地方我的编配呢，就是我是这样的，因为我听它原版里面呢是有一个这种打击乐在里面的，然后呢还是用钢琴和很多东西合到一起的。那我刚开始呢是想把这个音那种消掉，让它有那种顿挫的感觉，但我感觉这种古风的歌曲呢，如果是节奏感太强的话呢，感觉有点违和了。但是呢这个鼓点的那个感觉我又想加进去，所以说呢我是用这个拇指大拇指来拍这个，基本上就是拍六弦五弦六弦之间，剩下呢用这个其他手指呢，你是双勾也好，或者是食指、中指、无名指三勾一起勾都可以，让下面这几个音保持延续下去，这样听起来可能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啊。就是这个地方，反正大家如果有其他的意见，也可以自己去编配的。和弦还是一样，第一个是 F， 那么就是我是这样的：五二三或者是一二三同时勾，五二三，然后拍一下，再二三，就这个感觉。第一下是五二三，对，五二三同时勾，
是五二三，然后再二三，然后用大拇指拍上面这个六弦，然后再二三，然后 G 和弦同理，六弦、二弦、三弦同时勾。根音是六弦，六弦、二弦、三弦同时勾，然后再二和三同时勾，然后拍一下，再勾二弦、三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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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奏是这样的，勾勾拍勾勾勾拍勾 ，F G M M， 这就不赘述了。C， 最后一个爬音 AM， 一个爬音，然后到进入到间奏这个地方。间奏这个地方我的编配呢是这样的，第一个和弦也是 F 嘛，那么 F 的根音是六弦的一品嘛，那么我刚开始处理是这样的，是用食指按在这个六弦的一品，然后呢中指是四弦的二品，同时勾六弦和四弦，然后把这个中指松开，弹一下四弦的空弦，然后再弹一下四弦的二品，然后是三弦的二品，节奏要稍微快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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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大家其实就是要结合原曲去听，然后下一个和弦应该是 G 嘛，那你中指不用动，还按在这个四弦的二品上，用那个无名指按在这个六弦的三品，同理六和弦，六弦和四弦同时勾，然后也是把这个中指松开，弹一下四弦的空弦，然后还是四弦的二品，这回呢是二弦的空弦，第一下是这个三弦的二品，第二次是这个 G 和弦是二弦的空弦，然后下一和弦应该是 EM 的空弦，那就是不用按六弦的空弦，六弦和四弦二品同时勾，然后也是四弦的空弦，然后四弦的二品，然后下面应该是一个这个音，那就是二弦的一品，然后二弦的空弦，然后下一个是噔，下一个应该是 AM 和弦，那么也是五弦、二弦和三弦同时勾一下就行了，然后后面接一个这个跟前面一样的是四弦的二品，然后是三弦的空弦，就这个意思，然后下面又是这个小 F， 小 F四弦和三弦同时勾，然后把中指拿开，弹一下这个三弦的空弦，再弹一下三弦的二品，然后弹一下这个二弦的一品，然后下应该是 G 和弦嘛， G 和弦只需要按住这个六弦的三品，然后是六二三同时勾，然后是六二三同时勾，然后是四弦的空弦，然后是三弦的二品，三弦的空弦，然后又回到 C， 跟那个之前面一样，
然后那个下面的处理跟前奏是一样的，也是 F 和弦四三二三，然后 G 六四二三，然后 C E M A M， 然后是四四二三。根音二三同时勾，用来代替第一下的这个根音，就是好比说这个 F 弦就是六二三同时勾，然后四二三就这个意思 ，G， 最后回到 AM， 然后这最后一下也是一个盘旋，然后进入到歌曲后边的那个弹唱，后面弹唱跟前面变化不大，大家可以用前面那种节奏一起弹。或者是这种就是分解和弦六四二三六四二三就这么弹都可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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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扫四下，表示后面我就是又到副歌了嘛。副歌这个地方我就准备用扫弦的形式来弹了。那扫弦的节奏也比较简单，就是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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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种古风的歌曲，这个节奏感太强，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太好嘛。所以说你就下下下下就可以了。最后也可以是下下上上下上下下下上上下上下，就这个 C， 因为 C 的这个时间稍微长一点嘛，或者你就是下下下下都可以，都没关系的。我再把这个和弦的顺序讲一遍啊。第一个是 F G， 然后是这个 A M F G C F G E M A M F G A M， 这是前边，然后到副歌的地方就是 F G E MAM F G C， 然后又是 F G E M AM F G AM， 就这几个和弦，就是结构型的话大家自己可以去试着去编一下都无所谓的。整首歌曲其实还是我刚才那句话，其实弹起来的话难度并不大，关键还是在唱，弹唱嘛，人家那个俗话怎么说来着？是，三分弹七分唱啊，主要在唱功。大家如果能把他那个细腔那个腔调把握的好的话，那么这首歌就应该说是非常棒了。那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也是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多多订阅呀、投币呀、分享啊、收藏啊，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也是还是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呢，或者是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啊，或者是想找的八谱的歌啊，都可以这个通过这个什么私信呐、评论呐、弹幕啊发给我，我都会看的，回不一定会回的，因为大家会跟我说啊、那个谱子给我来个谱子，没做，回也不知道怎么回，是不是很尴尬这个东西？以后吧，以后反正有机会再说，以后有机会再说。那好了，那么我是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鲁泽，咱们下次再见。